我当初出国其实有很大原因，就是希望能够在国外学到一些新的东西，然后把这些东西带回来台湾嘛。那毕竟这个是我们长大 的地方哈，土地和国家，那所以就是也希望大家就是在国外学了一些新的东西，然后能够带回来台湾，然后应用在台湾，然后也让我们国家变更好。